大家好，欢迎锁住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带你们去哪里呢？就是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4，来看什么呢？就是石像做的十二生肖，环境很不错。好，所以话也不多说，我们带你看一下。来，这里的神像蛮美，哦，个个都是用石头雕做。OK， 啊，第一个不用讲了啦，就是老鼠先啦，哦，因为老鼠比较小只，比较行动更快，所以它是第一个生肖，对不对 ？OK， 来，接下去都是牛啊、老虎啊、兔子啊、龙啊，蛮雕刻蛮不错，很漂亮，哦。所以刚才我路过此地，看一下，哇，蛮漂亮的，所以手很痒，按下巴士下车 ，OK。接下来都是老虎，老虎，好，摸一下，今晚啊。Thank you.
十二生肖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公园 ，OK， 小公园里面有一个时钟 ，OK， 每一小时它都会铃铛一次 ，OK， 可是现在10:35才 ，OK， 所以没法听到它的铃铛 ，OK， 随我来。这里还有一个芭蕾女在比着舞蹈 ，OK， 所以蛮特别一下的 ，OK， 像不像啊？OK， 所以这里是一个小公园啊，方便人来做，方便很多人来做早操啊，来 relax 啊，来听鸟叫的地方。OK， 大致上还蛮不错的一个舒适环境啊。好 ，OK，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。OK， 喜欢我们的记得按赞、小铃铛、按 like。OK， 我们下一回见，再见。